创世纪第十七章一节，亚伯兰年99岁的时，耶和华对伊显现，对伊讲：“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就伫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就甲你立约，予你的后代极其多。”亚伯兰趴落伫地里，神阁对伊讲：“我甲你立约。”你要做济济国的爸，对呾以后，你的名无阁叫做亚伯兰，要叫做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经立你做济济国的爸。六十，我要予你的后代极其多，国度对你来立，君王对你来出。我要教你，以及你世世代代后代设立我的约，做永远的约，是要做你甲你的后代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出外的地，就是迦南全地，赐予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业，我也要做因的神。九十，神阁对亚伯拉罕讲：你甲你的后代，就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。恁所有的查甫，拢得受割礼，这就是我甲你以及你的后代所立的约。是恁所得遵守的，恁拢得受割礼，这是我甲恁立约的证据。十二节，恁世世代代查甫，无论是家内生的，是伫你后代以外，用银对外面人买的，出世第八日，拢得受割礼。你家内生的，甲你用银买的，拢的确得受割礼。安尼。我的约就立在恁的心上，做永远的约。但无受割礼的查甫，的确对百姓的中间监督，因为伊背我的约。十五节，神阁对亚伯拉罕讲：你的某撒来，毋通阁叫撒来，伊的名要叫做撒拉。我要祝福予伊，也要予你对伊得到一个囝。我要祝福予伊。伊也要做济济国的老母，要有百姓的君王对伊来出。十七节，亚伯拉罕就趴伫地里底笑，心内讲：100岁的人，还会生囝吗？撒拉已经90岁，还会生养吗？亚伯拉罕对神讲：但愿伊是玛利活伫你的面前。十九节，神讲：毋是啦。你的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囝，你要给伊号名叫以撒。我要给伊坚定所立的约，做伊后代永远的约。论到伊是玛利，我也应允你，我要祝福予伊，予伊兴旺家庭极其多。伊要生12个族长，我也要予伊成做大国。到明年这时，撒拉要给你生以撒。我要甲伊坚定所立的约。二二节，神甲亚伯拉罕讲煞，就离开伊上去。拄拄迄日，亚伯拉罕照神的命令，甲伊的囝伊是玛利，甲家内一切的查甫人，无论是家内生的，是用银买的，拢行割礼。二四节，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，年99岁，伊的囝。伊是玛利受割礼的时，年13岁。拄迄日，亚伯拉罕甲伊的囝伊是玛利同受割礼。家内所有的人，无论是伫家内生的，是用银对外面人买的，也拢同受割礼。